Hi. Hi.这个布丁是我上次买的那个吗？哦，我没有吃早餐吗？店里。这个牛奶还有哎，它要冰放要坏掉。啊，坏了，是我喝的。我不知道冰箱在哪里。冰箱在哪里？哦，我下次再记得。好。哎，对了，我帮你买那个防晒乳，你不要再用我的了，因为我的是给皮肤护理用的，所以。哦，好。嗯，然后这个是285，你给我250就好了。你上个月的沐浴乳还有洗发乳，都让你给我。可是我现在没钱啊，下个月就给你了。然后在更早之前的，再说啊。可是我这样，哎，你能不能善良一点啊？他说拜托你了。好啦，那你要记得哦。知道。对啊，抱歉。能不能善良一点？